哎，哥啊，到处都不懂啊，是哪座镇啊？远远好的讲啊，我说我一看这么点钱，明天会准备拿来卖光算了。哦，你说这个没钱，然后把它卖掉是吧？没钱，要把它卖掉，现在我需要钱元。哦，我可是哪座镇啊？远远好的点。哦，好，这是明清话，这是明代的，明代的又明清话啊，这是。 你看这个上面有那个宁寿，四大古代四大宁寿之一啊，就是辟邪的，就是缠着年幼的红，明，对，大明万历年制，大明万历年制啊，这是双运的鸟运的，这边是他洗鼻的。 鼻洗，这边它可以磨磨的，看到吧？是这。这里是凤。这是凤。凤舞九州啊。这个古董呢，要好多年代的，对，这个明代啊，明代到现在就是。明代。几千年了。这是凤啊，这是一只凤凰啊，这是。 手工绘画的，这里可以磨磨的啊，它是从这边，它过去他们那些文人啊，在上面写字磨磨啊，只是这里有一点，这个地方啊有些磕碰啊，有些它可能当时候，但是没有影响，就是可能烧制的时候，或者是运久了啊，就是有些磨损，磨损的这些，正常的，这个没关系，正常，你看这个底部啊，运过，还有磨个凤凰，还有麒麟。 这里有麒麟，凤凰，龙凤呈桥，这里有麒麟，凤凰，古董嘛，吃鞋对不对？哦，好重啊！这里有，一二三，四只神，四只年兽，这是聚财辟邪啊，这边就是可以洗的，这边用来洗笔的。 这边用的磨磨的，这是手绘，只是它年份久了，可能放在家里面，这个上面有很多的那个，就是包胶了，我们称之为包胶啊，这个年份久。这个年份有几千年的，哦，声音，你看一下这个瓷质，本质都好，这个声音很清脆啊。 大很大，三年两盒成蟹，有很大。对对对，二十七公分，二十八公分呢。好宽，好大，很重啊！这东西有点对手。十五公分。我现在没钱的，我想不着卖的啊。那你多少钱了？你多少钱啊？我这个东西太便宜的，我上店员，我现在有钱元。太便宜，你就舍不得卖。起码要一包钱。起码要八千。 八千到八千五千，八千八千二啊。这样我给你出个价啊，七千块钱，少一点点。七千块钱啊。七千能卖不？那都行了，七千五了。八千到八千五千，八千八千二啊。这样我给你出个价啊，七千块钱，少一点点，好吧？东西我是这样，它是大明万历年的，它是鸟运的啊，跟你好啊，我给你七千五就七千五了，好吧？鸟运，现在是国古董和了。你再说子好，那我就七千五就要了啊，好吧？好。那感谢了啊，嫂子，谢谢啊，祝福你健康啊。身体。